搞乱了地址，可是邮递员最大的灾难。这明明是个扳手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打蛋器。没错，是赛普送错包裹，这一次终于对了。现在赛普反倒成了奇妙小镇里最受欢迎的呼啦圈玩家。赛普是个邮递员，你知道邮递员是干什么的吗？他得会飞快地蹬自行车，对，就像这样。像这样，像这样，像这样。但最好别像这样。千万别这样。邮递员必须得把包裹送给他们的主人，搞乱了地址可是邮递员最大的灾难啊。可是赛普自有办法。绿盒就是给穿绿裤子的秀秀的。棕色的盒子一定是浆果的，因为扫帚是棕色的。你猜这粉红色的盒子是谁的？没错，是粉裙子咪咪的。剩下的事儿可就简单多了。这个紫盒子红衣服，哈哈，反正最后一个了。咪咪定的是一个打蛋器，这个打蛋器的形状真特别。喂，这明明是个扳手，好不好？宝宝可是第一次用铲子修汽车，用起来实在不怎么顺手啊。浆果想要的明明是把扫帚，但这没毛的小东西是魔法棒吗？秀秀拿到了一个很精致的小东西，但这肯定不是他订购的铲子，而是……哦，你已经猜到了吧？这是一个打蛋器。琪琪想变魔术，可是……Okay.
我来不了命。可是他不想变成一个骑扫把的巫婆。赛普想要去看看朋友们在干些什么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又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情况明显不对劲儿啊。这情况肯定不对劲儿。一定是出了什么情况。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。没错，是赛普送错包裹了。不过赛普立马有了个好主意。这邮递员一般不会偷偷拿走你的东西，但这次可是个例外。赛普在秀秀不注意的情况下拿走了他的打蛋器。从包包那儿又拿走了小铲子。然后一个个开始交换。交换啊！物归原主啊。现在总算对了吧？还是不对？那再换一次。哎呦，这次依然没换对，赛普该怎么办呢？
你能告诉他吗？咪咪有办法。他们把所有的东西又还给了赛普，让他再重新发一次。这一次终于对了，赛普终于完成了一天的工作。这个时候又该干点什么呢？没错，去找伙伴一起玩。你认识这个东西吗？圆圆的，大大的，对，这就是呼啦圈。宝宝正在玩呼啦圈呢。赛普从前可从来没见过呼啦圈。嘿嘿，这呼啦圈看上去很好玩，让人心里痒痒的。看起来，奇妙小镇里每个人都有个呼啦圈。真好看。赛普也想要一个呼啦圈，嘿嘿，他知道哪儿有。琪琪这儿啊，琪琪什么都有，当然也包括呼啦圈了。赛普也想要一个呼啦圈，这可是赛普第一次玩呼啦圈，一定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圈圈，不能太大，可是也不能太小。这个不大不小，太完美了。
可是，对赛普这个大个子来说，这个圈圈似乎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合适呢？不用问，一定是呼啦圈本身有问题。琪琪身上的这个呼啦圈肯定没问题。这可不是呼啦圈的问题，而是你赛普自己的问题。那什么声音？是好听的音乐。原来大家在跟着音乐玩呼啦圈呢，真棒啊！赛普，来呀，一起去玩呼啦圈啊！你们谁才能教会赛普玩呼啦圈呢？大家都想试一试。还是算了吧，赛普不想破坏大家的兴致，他的水平和大家不是一个级别，还是离开吧。再见吧，呼啦圈。
不，永别吧，呼啦圈。但这呼啦圈却不想跟他说再见。也许是这呼啦圈有话想对赛普说。现在赛普有点明白呼啦圈的意思了。呼啦圈就是一个圈圈嘛，它不仅可以用来转，还可以用它来跳一跳。赛普立刻跑去大家的面前，给他们看自己的表演。嘿，你看，大家果然都很兴奋。现在，赛普虽然还是不会转呼啦圈，可是他会这样，还会这样，简直太棒了！大家都学着赛普的动作。嘿嘿，现在赛普反倒成了奇妙小镇里最受欢迎的呼啦圈玩家，而且是最特别的一个。倒霉呀、啊！咪咪的铅笔又坏在了包包的手里。巧手包包又变身回来了。大家快来救我！把他的气儿给放了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出发！出发！